那个鱼没有找不到，它也不会出来的，是淹水的时候它跑出来，它要下蛋嘛，才跑出来的。有大声，没有，马来西亚没有大声，没有吗？有那个，它也不会大，不是安娜贡达那种啊。我抓过一条，不会吃人嘛？阿 Sam 的鱼肠啊，你让我哋拜访阿 Sam 的鱼肠。你哋有田鸡咩？田鸡捉咗咯。哎，要投资吗？买地啊？没有，不用买的，就租租借租借。租来干嘛？啊？租来养鱼啦，他教你技术啊。租来拍照啊？啊？哎，这导游啦，带中国人来这里，带中国人来参观渔场，然后就吃一餐野味。啊？对啊。哦，然后好、就带他去旅游胜地，或者在这里晚上喝酒，办一些活动，是多么的那个惬意的生活啊！在树下钓钓鱼树下钓钓鱼，来一个 BBQ 啊 ，BBQ， 然后去抓两条河虾抓两条鱼来烧，哇，这个好玩，这个好玩，这个好玩，好玩啊！他其实人家来就是玩，休闲嘛，休闲休闲。他每天在这边工作就闷了，看到都无聊了。好像如果有点水果，人家采水果啊，水果的经常。现在就是很多那种那个做那种什么？我们叫做农场。农场 ，eco eco， 休闲农场，对，就是人家就玩这些了。嗯。那马来西亚不知道人家喜不喜欢，我们是很喜欢的。本地人不大喜欢。不喜欢。本地人现在也是非常流行，就是。好像他们去吃榴莲就是一日游啊，就是三天两夜游也是有嘛。如果可以，那自己去采哦，自己回来吃。对对对对，我最喜欢这种，真的好像这里如果有点那个椰子树啊，什么木瓜树，你采来吃，或者是人家要来玩的话，采给你，你要来吃也可以嘛，就带着人家参观一下这里，然后好像说吃个点心啊，干什么这样子，就半天一天就这样过了。这边就特别多那个淡水鱼。野味啊，对对，就是好像田鸡啊，田鸡，刚才的田鸡鸡没？哦，刚才的就在后面那条河，后面那条河，后面，这个果篮没啊？不敢苏艾没啊？苏艾哪个产的啊？苏艾啊？苏艾没啊？石达不？石达吗？石达，也啦，苏艾那边石达。哦，就苏艾。啊，ini macam itu tanah padi punya tempat。哦，这个红色啦，红色鱼苗啊。哇，这个是系一个锦鲤系咪？杭州仔啊，几靓啊！哇，红红啊！鱼头，杭州仔啊！一个茄茄菜啊，鱼肠啊，杭州仔啊，你喜欢养吗？啊，喂鱼啊，不要养啊，不要养鱼啊，家里没有放那个。红菜呀。哦。嗰啲鲶鱼咁啊，你搭巴鱼嘛。类似哦。吓？搭巴鱼要我喺度卖啊，呢啲咯。呢条应该系搭巴鱼啊。搭巴鱼啊。这条很好吃的，这个。是啊。很好吃的。这边拿去。啊。你请你攞只啊！吓，攞只，唔识整，冇理气啊！嗰条白色一对嘢，靓唔靓嘅，四一条细嘅。而家冇行对。啊！反正这个好像那个什么水晶啊，它会变小鱼啊，就是成鱼。白色就是化油的咯。哦，白色也玩啊。真好靓嘅。呢啲水晶蛋嘅，而且佢唔係正宗日本嘅，有啲正宗嗰啲好靚嘅。水魚場啊，淡水味參觀魚場，淡水魚的魚場，啊，所以冇得啲。看尺寸啦、啊，看尺寸啦、啊。如果寸半哦，應該0.033。三千斑了，那是角蛇了，哇，好靓，那棵大树啊喂，
呢度系你嚟买啊，或者租嘅？买啊？租啊？政府地啊 ？DLL 啦，有几多年？啊？哦，靓啦，咁样仲好，唔使喺。不过啊，你哋认真去申请哦，唔系有时人哋啊嚟睇到眼红啊嘅搞噶咯，搞你出去噶，你知道冇？系，哦，呢个好靓啊，嗰边又系啊，啊，哇，好高大啊呢个。呢个25斤。喂，我夜市靓啊嘛，呢度喂，搭间木屋呢度靓啊喂。打间木屋呢度啊，哇，哎，到时真系风凉水冷啊，哎，哇。才一秒，才一秒。好，那两个星期多，三个星期多啊，就拿去卖。主要是培育那个疫苗啊。卖啊。卖疫苗，卖疫苗最好赚了。就是只有八定可以生存不了。啊。八定容易生存啊。它肥水专门吃那个肥、哦、其他的鱼不能够生存、啊、如果你没有肥的鱼就肯定死了、哦、它上来呼吸的就不死了、哦哦、要有肥的鱼啦、哦、红虱啦三鱼小丑气吗、哦、水几咸它都没事的吗、哦、水几咸没事、哎、没事、啊、你都没吸水这是其实是那个对不是经常忧的吗如果你我哋咁執少少啊，有啊，隨時有咯、啊，多就愛季節咯，系啊，嗯，而家抓都不容易咧，不容易啊，你要下水啊，下去，在旁边抓，下水才可以走吗？啊，你这里过不去了，啊，哇，这些晚上什么都有啊，晚上什么都有啊，不好搞啊。不过我看你，我看你敢了、哦，我可能不敢，你敢了、哦，因为我看你做鱼那个几个视频 啊，你都敢下，我说假如是我也不敢下去、啊。他这些就是，哎，其实就是玩了、啊，就是玩了、啊啊。好，你也有，你要有那种勇气哦。那什么？哎，这些也是有水蛇什么鬼之类的，水在水里不咬你的啊，不咬、啊。其实。最怕的还是人 啊，人啊，最怕的。你说动物的话，对动物的还好、啊，动物也是怕的哦。动物它怕你，你看到你都怕的。嗯，怕人啊，怕人而已了，就好像你说的，怕人而已。牛大哥啊，浪路啊，钓鱼场吗？你就是给钱进去啊。哎，这个饼好吃啊！应该这个饼，老婆饼啊，咩饼啊？去那个博瑞那边、啊，一个早上贵宾都摆六个骨髓啊，贵宾啊，就算是会给钱，没弄骨啦，没弄。这个是泡肉啊，泡肉，是泡，是泡肉，长啥样哦？是泡肉，哎呀，这个尾巴像那个鲍啊，但是小只的，小只的，很小的，那就没事。你如果带毛的话就，是泡肉啊，是泡肉，哇，这种。OK， 小尾巴，好小的啊、哦，对，小尾巴，嫩吗？是小的话就嫩。